你可以投到120球，投一休六。这球打成了一个反弹球，哎呦，哎呦，后面有几手补位的不错。黄品琪啊，真的是要多加油，这种简单的球啊，不能够轻易的失误。哦，还好后头陈英浩做一个补救了，有补救。今天哪个失误啊？这真正会规个拢乱。队友就是要通力的配合了。还好是很谨慎。这个有几手陈英浩，这个画面还好像被讲好了。这个叫做火车过山洞，后面第二个山洞没有过。问这种长眼哦，就有的时候就是会变数哦。